歡迎收看預習第四條的題目了。現在問你 How do you know that？ 問你怎樣知道一個方程呢是不是一個恆等式。其實書的 3.4 版呢其實都有講到的，就是 3.4 版下面這個 table。 時間關係呢，我就不跟你寫一次了，就是這裡。若果一個方程左右兩方的同類項完完全全是相同的時候呢，我們就說這個方程必定是恆等式。其實我們是要計算的，即是計算完之後，左右兩邊計算完之後，經過某一輪運算之後，你會發現了它左邊的同類項 like terms是完完全全和右邊的 like terms 是永遠是每一個數都相等的時候呢，我們就說這個方程呢必定就是個恆等式。英文的同學都跟你譯一譯，是不是就是說All the like termsOn both sides of an equation are equal， 即是说每一个 like terms on both sides of an equation 都是相等的，那我们就说它是一个 identity 来的。If then the equation is an identity， 就是這樣了。那我們下一條片呢就會講第五條了。